娘耶！傻逼！他竟叫我傻逼！傻逼！是啊，傻逼 ，baby 的逼。他竟叫我傻宝，他是对我有意思。如果命中注定我们在一起，请抓住。师傅，你和欣怡姐做三天情侣，那我姐妹呢？师傅，听说你今天回来，今晚希望你给我姐妹一个说法。有很多人说我是小花花的徒弟，说我是来刺绣豆豆，我再次声明一下，我确实是小花的徒弟，不是来刺绣豆豆。关于昨天的事情呢，我心中已经有了答案，今晚10点我给所有花椒姐妹一个想要的答复。